你只看见最亮的那颗，我只是希望在某些时候抓到你耳朵，为音乐梦想唱出第一个音符，从此就没放弃过。主观的、客观的、旁观的拦阻太多，好坏要自己承受，所以我要跟从，让情绪释放在歌声之中。选择虽然多，好歌有几首，能够去感动人给些什么？难道非要浮夸吗？无谓是非与真假，品牌上包装与身价，谁是大赢家？谁是大赢家？只要画面够惊讶，只要内容够爆炸，一张嘴开出了天花，嬉笑怒骂，只能在夜里镜子前偷偷将纸换写。幸运而不是我，因为我选择的路很难走，如果够出色却不能出头，至少也做到比第二个我。难道非要浮夸吗？内心也曾很挣扎，说是我着了魔也好，疯了也罢，若不能挥洒，算什么歌唱的玩家？